呢一班精力充沛嘅长者，为灭罪防罪、关顾邻舍，发挥咗好大嘅作用。佢哋就系九龙城小区嘅灭罪骑兵。透过长者义工喺社区嘅人脉，产生长者互助嘅效果，加强宣传防罪信息，系呢项计划嘅工作重点。我啱加入警民关系组嘅时候啦，咁啊负责带领啲长者义工啦，咁可能我啱嚟到任啦。咁就佢哋咧就覺得我係新人，咁陸陸續續咧就開始有啲退隊潮。袁 Sir 喺警隊服務超過20年，曾經喺前線崗位衝鋒陷陣。2011年，佢加入咗警民關係組。咁咧我就開始去了解每一個騎兵嘅特質、佢嘅特性啦、專長啦，再委以佢任務咧，令到佢哋專長得以發揮，咁啊感覺到有興趣。後尾嗰啲離隊嘅隊員咧，就陸陸續紛紛加入翻我哋呢個滅罪騎兵。滅罪騎兵計劃2007年在九龙城区展开，每个小区都设有正副队长，他们都是熟悉地区的街坊。警方将最新的滅罪信息、罪案黑点等以电话或短信通知他们，由他们再向队员或亲友发送。长者比较多时间，同埋他们是对社区熟悉，是得到更大的效果的。长科即系负责带啲灭罪信息俾大家嘅。呢一日，警方防止罪案科嘅人员为骑兵举行简报会，发放最新嘅灭罪防罪消息，并聆听骑兵讲述区内治安嘅情况。此外，警方亦都会安排骑兵参观各个警察单位，加深佢哋对警务工作嘅了解。哇！講到活動咧，真係好開心啦！我哋有成幾百人啦，你都知道，就安排我哋參觀警犬訓練隊啦，好似今日咁又參觀衝鋒隊啦，對嗰啲警察認識咗好多，對防治意識都增加咗好多嘅。滅罪騎兵都好積極參與區內嘅滅罪宣傳活動。我參加咗滅罪騎兵之後咧，我得到個人嘅知識同埋視野嘅充實。咁我覺得咧，雖然係退咗休，但係嗰個生活仍然係多彩多姿，每日有個目的。除咗定期嘅活動之外，喺每年一度嘅愚人節，滅罪騎兵都會把握機會向區內嘅長者宣傳滅罪防罪信息。活動前，騎兵們都積極準備。大家記住，今日天氣熱，飲多啲水，知唔知道？知道。佢好多時啲嘢好細心安排。都要盡量就我哋咯，即係就翻我哋顧翻個家庭，又驚我哋曬親啦，同埋驚住我哋危險啦。更加年長嘅騎兵亦都會繼續支持騎兵嘅活動。呢個計劃可以提升社區嘅防罪意識啦，加強警民合作，同埋咧長者亦都可以發揮所長，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啦。滅罪騎兵自推出以嚟咧都非常之成功，所以警隊咧喺各個社區咧都全面推行啦。九龙城区滅罪騎兵由最初102人嘅小团队，至今发展为400多人嘅大团队，实在有赖一班长者嘅热心参与，发挥社区互助嘅精神。